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又来到外双溪这边了齁。是因为我最近有收到一个观众留言说，他每次来外双溪这边钓虾，他的钓况好像都不是很理想。可是他留言的时间差不多是在两个月之前，然后现在已经是12月了，不知道等一下坐钓情况会是如何呢？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看看车轮钓虾场吧 ，Go！我已经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了，我现在坐的位置是比较靠近柜台这边的池子的正中间，然后今天我使用的钓饵也是豆饵三代，只是不知道这么冷的天气虾子到底会不会咬。我给各位看一下今天到底有多冷好了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台北市的士林区这边16度而已，这种天气如果它池子没有开加温，虾子不知道钓况会不会好了。好，我已经量好水深，准备开单做钓喽。哎，你好，我想要开两点钟。我已经开好两个小时的公虾池喽，那我们就来钓钓看他们公虾池如何吧。哎呦，应该是有号哦。我们让它沉看看。哦，有，终于沉了。哎呦，这体型不错呢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只虾子是不是正吃的。哦，要小心！才刚说小心就被他夹到，好痛啊！来看一下，正吃哎！哎呦，浮标被带走了。结果第二只也是正吃哎，啊对，我忘记跟各位说了，今天是12月7号，我是礼拜六的下午3点来这边钓的。哦，好像有号喽，开始沉了，孩子，催泪。哟。很会跳，很会跳，哇！哦，这只也是正吃哎，等好久，终于又一只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It's fine， 没关系。哇，哦，这些通道还真窄哎。好了，我已经钓完两个小时公虾池了吼，那我们等一下来销单算虾量有多少吧。哦 ，OK 啊，那我们来结算虾量有多少吧。只是没有想到他们这钓虾场竟然没有水桶啊。那我们来算虾子有几只吧。一、
十一，哦，我们今天钓2个小时600元，有11只公虾。OK， 手秤已经归零了哦，那我们量一下有多重吧。哟，1斤5两。跟上次去外双溪自善钓虾场钓了2个小时，成绩差不多哎，我觉得 OK 啦。毕竟他这种钓虾场就是以观光闻名的钓虾场。好，那我们等下把这虾子料理料理吧。这个他们排水沟竟然有虾子在里面呢，而且都是那种小小的虾苗，真可爱。哦，自从我上次吃过自善钓虾场的烤虾之后，我觉得我以后烤虾一定都要抹盐呢，好像用溪水养的虾没有什么差别啊。不过我们就来吃吃看今天车轮钓虾场的虾子如何吧。哦，公虾虾头很好吃哦。嗯，哦，真棒哎，公虾虾头真好吃啊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它虾肉如何吧。这次我烤虾，我让它背还有留一点黑影这样子。哦，嗯，嗯，这样吃公虾比较不会那么老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沾芥末吃吃看吧。来吧，那我们就拿一只虾子来沾看看吧。哦，嗯，啊，这种呛辣的滋味真的好舒服哦。哇，好了，那我们再来吃吃看炒面吧。哦，是说我是请他们帮我炒中辣的炒面呢，不知道他们的肉丝炒面吃起来会是如何呢？那我们来吃吃看吧。哦，哦，嗯，那它这炒面比自善的好吃哎，很有味道啊。我觉得这盘炒面真的有炒面的味道哎，不像上次那盘炒面整盘都白白的面，好像少了什么味道的感觉啊。哦，那我们就拿炒面来配饭吧。Oh.
感觉快死了。我觉得炒面配的瓦萨比有点不太油啊。好了，这是最后一口炒面哦。我一直觉得说炒面跟拉面啊，他们都跟白饭非常的搭配啊，他们俩相融的程度几乎达到100%完美啊，完美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